有这么爽的企划吗？然后有超级残忍的，这个超级耗体力。2、3，就我们今天把直接训练游戏化，换手换手。请抽签，不要偷看了、啊。真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，我是天母风力所。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跟你讲，真的完蛋，真的是完蛋了。Barbecue， 干嘛、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到现在已经超级久没有拍你的减肥计划，然后到现在呢，时间已经倒数到最后一个月。来，你现在的体重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大概86。啊？86。啊？啊，几公斤啊？86哎，已经倒数只有30天了。我跟你讲，最近啊，很多人在那边留言说，哎，天母风力所看起来很瘦哎。我想说，有吗？体重根本就已经开始停止，其实是变结实，好不好？是这样吗？体重没有降低，但是整个人跟起来。跟起来是太阳晒太多吧？那没关系啊，今天这一集呢，也就是最后倒数30天的魔鬼特训，因为到现在已经最后30天，我们距离目标的里程不是里程，我们距离目标的公斤数呢，大概还有5公斤，4到5公斤左右，差不多。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将为你进行一个魔鬼特训，但训练呢，常常又会不小心让你露出那个真性情。一下练太累，就开始笑不出来，然后要你业配的时候又讲这样，这样，还会被观众骂。所以我们今天把直接训练游戏化，这么好玩啊！看起来应该会对你来讲稍微的有一点点乐趣，忘记那个痛苦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准备一个比较有趣的特训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要个别带开来写，一人出5个动作。那这5个动作呢，我们当然目标是希望可以以减肥为目标，然后来特训对方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呢会猜拳，然后每一个回合呢，一个人要抽出一张卡来执行你抽到的卷。所以等一下，一个人出5个动作。嗯，那可以的话，这5个动作都希望对于这个减肥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为了怕你自己觉得训练真的是太苦闷，所以已经游戏化了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就陪你一起训练。我们等一下一人出5个，所以有10张卷。那这10张卷当中，我们就每个人抽一张，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，我陪你一起来完成。所以抽到什么就做什么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来想一下，等一下要给对方什么样特别的好菜吧。OK， 规则竟然是5个动作。我觉得我应该要来出个3个，应该算是真的用减肥有帮助的动作，然后2个来一点有趣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就先来一个正规版波比跳，爱心，因为这是我对他满满的爱啊。第一个动作完成，哼，想那么多花招想要弄我，我自己也要自求多福，想一下，对自己有利的。才能明哲保身啊！厉害的，超赞的！原地大小便，原地扫息3分钟。哎，太阳那么大，扫息3分钟也是很吃力的，好不好？第二个，因为他现在的比较大的严重的问题是在肚子的部分。第二个我帮他出了这个登山者式抬腿，我相信这个动作如果他抽到，对于他的腹肌雕塑应该是蛮有帮助的。15下，这么吃力的动作之外，我还想要一个厉害的，抬腿跑20公尺，20公尺很远了吧？你是不是想到说哲瑞他其实腿有受伤，所以才会想到？对，他最近一直在那边练骑车练爬坡，他腿一定受不了。这应该对我比较有利。下一个就要来一点特别的，因为你也知道，我们是这种拍影片出身的，跟器材一定是要这个感情非常融洽。那如果可以把器材就是工作结合他的减肥，我觉得应该是蛮棒的。自己讲都觉得很好笑。等一下，我决定让他扛着脚架跑操场一圈，扛脚架跑400公尺。我相信这个动作对于他的减肥应该也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因为有一些负重的话，对于下肢的这些多余的脂肪燃烧很赞。看到一个超级残忍的，这个超级耗体力。看完这个自行查询啊，厉害的，超级残忍。我们还有2个，等一下抽签抽到，大家都知道我写什么，也是很可怕的。
OK， 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动作的编排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这个是呕心沥血之作啊，为了可以让你达成减肥又有这个玩乐性质的特训，我真的是想的真的是地狱级的特训。你刚刚出了什么动作？我出的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，鬼哭狼嚎，看起来超地狱的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等一下如果都抽到自己的怎么办？我一定很开心。好，就换你去地狱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有两种纸，一个是蓝色的笔，第一呢就是由我这边来出的动作。红色就是我。那如果抽到红色，嗯、就是天母冯迪所。对。那等一下呢，就由你先攻，好不好 ？OK。你今天抽第一张，抽完之后换我抽第二张，然后我们就来执行第一 round 的训练。好的。好了，抽奖了，不能看了，不能看。手中五千，开始抽签。红色的，红色的。原地超慢跑。为大家来科普一下，超慢跑是什么东西呢？超慢跑也是我最近呢，在这个赖群组当中非常受到长辈热爱的一个训练。据说呢，只要在原地，不管在哪个地方，开始播放节拍180下的这个音乐呢，跟着原地这样，30分钟以上，一个月瘦3公斤，保证见效。新兵战士154，手中5000。在什么抽签？开始抽签啊！好，没有当过兵，没有当过兵吗？当了4个月而已，那个经验不足。会也是红色。等一下，不是，我们今天是减肥特训哎，麦当劳大薯咀嚼训练没听过，这脸型会比较好看。好，所以天母冯迪所大薯，对，你原地跑啊？丹丹，什么意思？抽对方的，是吗？不是刚刚在抽自己的吗？现在是要抽对方的、喔，抽对方的。你抽我做，我抽你做。哦，我们规则是这样哦、喔。得、嗯，好，好，开始。Yes， 42分钟，倒数开始。看这挑战就是很烫，超慢跑 ，start。很热吃，吃薯条好痛苦。哎，这比这跟跑间歇一样累。哇，好干啊！哦，剩1分钟了，我失禁了，有点累。多久了？8、7、6、5、3、2，死亡，吃不完，太硬了。那惩罚就是给剩下的给梁哲瑞吃，严重这个惩罚？超严重，怎么可以给他吃薯条那么好吃的东西？到了吧，看就累。好吧，进惩罚。这个惩罚。真的很猛，怎么换我吃？我们没有限时间吧？好，没有时间了。Round two， 请抽签，不要偷看了。这个，躺着看完，不能讲。等一下、啊，我们今天不是减肥计划吗？看着也会消脂啊，看着也会瘦。嗯、好，换泽瑞抽。应该就这一个。要拉瓦固了。抽什么？什么啦？不是嘛？因为我想说，我们就是拍影片为主啊。这是在新买超重的。不是很重，我们那已经轻量化了。扛脚架跑400公尺，谢谢。OK， 那我就躺着看等你哦。好 ，Go，Go， 真的要看哦。有这么爽的计划吗？不是啦，等一下有一些反应怎么办？我先翘脚。哦哦哦哦，开始了。等一下，他那个 CK 也太棒了吧！白色的 CK 完全没有抵抗力耶。哦，我这样扛啊，好啊，就这样扛。等一下，不是啦，我先把这拆掉。哦，哎，干，这很贵，扛就可以顺便录啊。400公尺多远？跑一圈啊，一圈。
但是脚下就在肩膀上空空空空啊。我是在考什么公子是不是？有这个项目吗？有啊，扛沙包冲刺。沙包好像比较难的。你现在这个就很像那个啊，你可能最近要回去当兵啊，最近有点危险。不会啊。换手，换手。这样。邓大哥，好厉害啊！超喘，应该有减肥到吧？这里都湿了。抽了两回合都没有抽到什么有用的东西，都是在闹。最后回合了啦，那我先抽，我先抽一张。最后一回合你要做的，欸、你流汗蛮多的。很有效果。你说刚刚哎，红色的，你刚刚自己抽红。干嘛？怎样？这种。我刚看到吸，我想说是休息，我本来要把它放回去。哎，我做。第三分钟少吸。耶、yeah ！是什么烂东西啊？原地少吸三分钟。晒太阳很累，好不好？这种。登山者抬腿15下，轻松啊。好了，你等一下去那个草皮正中间，小溪在那边。那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啊，然后那个我们是田径队嘛，然后每次看到棒球队的那个小光头，然后都被教练罚，然后他们只要中午不知道是骂老师还是什么，然后就被罚，然后就三排站在中间这样。为什么要骂老师？他以前那个学校的体育班都很那个很冲冲撞啊，自以为很强，然后就呛老师，然后被教练罚站在中间这样。哪有学校的？然后汗还一直滴，然后都不能擦。我朋友都在讲自己，我们就会故意跑步过去这样，然后就，哎，不错哦，哎，流汗哦，美败哦，这样，你等一下就这样，三分钟。好 ，OK。开始。15下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腹肌都被我练走了。来，没有什么味道哎。扫心还动啊 ？OK， 今天的魔鬼特训呢，也算是圆满完成啊。我看完这个今天的特训内容。我开始为了你的这个肚子担忧了，是有点心虚，完蛋了，很惨啊！竟然在后面几天竟然体重增加。没错，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我们最后30天真的要拿出杀手锏，有可能就是要把你关在小房间，然后比你那个居家隔离的方式，但是我们是不投放食物给你的啊。用这样的方式，我觉得应该要达成81公斤，绰绰有余啊。好了，我是你的教练 Andrew， 我们今天的操练结束哦。真的该关了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